是你学不会，是你不适合死记硬背。右脑图像记忆法，让你成为人生胜利组。欸，拜托不要关掉啊，这不是业配，真的拜托不要关掉。相信大家都应该有在电视上面看过右脑图像记忆法的广告。今天就让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教大家学习英文。这手摆这边真的很做作，不是我在讲。真是的，只用单脚拉屎太危险了。单脚拉屎太危险了，单脚拉屎 ，dangerous， 危险的 ，dangerous。兄弟吃饭都不加辣，只吃不辣的。兄弟只吃不辣的，兄弟不辣的 ，brother， 兄弟 ，brother。弹钢琴的时候座位很重要，坐歪了屁股就要挪。弹钢琴屁股要挪，弹钢琴屁要挪，屁要挪 ，piano， 钢琴 ，piano。机车坐垫都不太好坐，很容易磨到棒塞的地方，会磨到塞口，磨到塞口 ，motorcycle， 摩托车 ，motorcycle。唱 KTV 的时候，正要唱到副歌，歌就被朋友卡了。我一定要给他颜色瞧瞧，歌被卡了，要给他颜色瞧瞧 ，color，color， 颜色 ，color。番茄跟橘子根本不成比例，可是弟弟还是被迫选那粒橘子，不成比例，弟弟还是被迫选那粒，弟是被迫选那粒 ，disproportionately， 不成比例的 ，disproportionately。那一位有趣的黑人是你的哥哥，黑人，你的哥哥，黑人，你哥哥，黑人 ，Black people。哎，怎么了吗？没事。自从用了这套学习系统以后，我打篮球都投得进了，而且我长久以来的宿便问题也得到解决了。右脑图像学英文。如果你们还有想到其他乱七八糟的谐音的话，欢迎底下留言给我。我们这产品还很便宜，不是业配，卖产品嘞，还不穿裤子。